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， 我毕业于 UQ 的 Master of Tourism, Hospitality and Events Management。其实当初在决定去澳洲读书时，杰瑞斯并不是我联络的第一件代办，但是从电话联络、资料提供到初步的一对一咨询，都让我感受到杰瑞斯的用心且专业。他们在了解我的个人情况之后，进行评估，然后就马上进入了申请的流程。我觉得他们在处理整个流程上非常有效率，而且很积极，我感觉比我自己都还积极这样。然后到出发之前，他们也有一个一对一的行前说明会，会提供给我们一个有点像新手大礼包的东西，里面有包含银行的开户资料啊，手机 SIM 卡以及当地的交通资讯，让我就是能蛮从容的在落地澳洲之后就准备开学，展开新生活这样。然后到了开学之后呢，杰瑞斯的布里斯本办公室专员也有来询问过我的学习状况，还关心过我的生活上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，甚至是在毕业的前一学期也有来问过我有没有留下来的打算，或是有没有需要咨询签证的问题，他们都可以帮忙。还有一个就是我非常喜欢去他们的办公室，他们的办公室非常温馨，而且有吃不完的零食，所以我很爱去。就是会让我感觉到那边就好像是在澳洲的一个家一样，就是很有归属感。所以也非常谢谢杰瑞斯，我相信杰瑞斯无论是在这些代办的事宜上是专业的以外，他们也真的都非常关心每一位学生。然后所以谢谢杰瑞斯，然后我也非常推荐。